有没有过一次奋不顾身的追寻？梦是我来了，明星学院我来了。没有关系，马上就可以见到你了。这里也许是战场。把他的梦想给我扔出去。我们两个跟明星这两个字有任何关系？我才是音乐天才。找个理由把我全开除。有没有更多值得挖掘的故事？也许是酣畅淋漓的梦想之地。我只想确定你是不是坚定你的梦想。唱战记，星期天晚十点，以音乐的名义，爱无反顾。青春星期天第一季第三播，手机淘宝，想淘就淘。